车哦，那帮我靠旁边停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先帮我停车一下。安全带也要系啦哦。你车窗先帮我关一下，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帮我吹个酒精检测器一下就好不好？因为副驾驶座也没有系安全带，我怕扎死。帮我吹个酒精检测器一下哦。掏钱哦，不好意思，有酒精买。帮我打 P 档。500，梧桐山呼叫。接不带证件。等会回答，梧桐山。你请人帮我开巡逻车来后门这边的 seven， 把它插上去。我向你长吹，要往再往气体往里面长吹，我跟你中断再中断。我跟你讲停再停。好。好，现在分析中。好。哦，0.64。哦，先生，您已经涉嫌公共危险罪，得保持沉默无序，未被自己意识而为陈述。二，得确认辩护人如为低收入户、中低收入户或其他法律，得请求法律辅助者，得请求之三，得请求调查之有力证据。哦，三项权利跟你告知完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嘉欣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身份证照。哎，你有三。等一下。八安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，严警一上月底清晨6:15许执行巡逻勤务时，发现一民众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仁爱路四段巷弄内，因为未系安全带，警方便将沈姓民众予以拦停，又发现他身上散发出浓厚的酒味，故对其实施酒测，测得其呼气酒精浓度为每公升0.64毫克，警方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地检署侦办，另外同车乘客也一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单开罚。